果一定要揀一首歌去分享嘅話，咁一定係我自己作曲填詞嘅《航道》啦。因為其實《航道》呢一首歌雖然係表達咗我追夢嘅心聲啦，但係都同樣地入邊嘅歌詞，我都係好希望可以用嚟鼓勵到一啲追夢者嘅。想放棄的時候，但是沒有的，你一定要堅持，因為最堅持的人才可以去到想去的地方。沒有一個成功的人是沒有試過痛苦的感覺，所以有痛苦就對了，就是時候了，就是邁向成功的之前那一步。所以希望大家聽這首歌感受到裡面的正能量。 Good